好事进天堂歌，袁伟豪见家长提亲，张宝儿妈妈给足100分。现年36岁的艺人袁伟豪 Ben 与26岁的张宝儿 Bowen 相恋不足1年，但感情稳定。前晚 Ben 更带女友及其父母搞饭局谈婚事，席上见他已融入家中，与未来岳父岳母言谈甚欢。型男袁伟豪与港姐出身的张宝儿去年5月拍摄无限旅游节目《打工来世界2》，时火速恋爱。虽然相恋不足1年，但爱的甜蜜。早前被问及结婚计划时 ，Ben 曾说不排除任何可能性。接受《先有宝宝后结婚》，看到时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当然都要尊重宝家人。早已认定 Bowen 为结婚对象。适逢新春佳节， Ben 前日专门与女友去中环见家长。当日下午4:00，他驱车前往女友位于将军澳的寓所，在香闺逗留1个多小时后才载女友直驶中环。两人下车时见到记者意微微笑，问到是否赶往见家长谈婚事， Ben 尴尬地说拜年而已。问到 Bowen 是否好事进时，他疾风骚笑说我的每一日都好事进，每一日都充满幸运。随后两人去商场逛电器店，只见 Bowen 的父母及弟弟前来会合，期间 Ben 与女友的父母有说有笑，又齐齐研究音响等电器。一行人之后往附近14晚膳。席上见 Ben 融入家中，与未来岳父岳母说到一直笑，体贴的他又不时为他们斟茶递水，逗留了多小时后主动埋单，之后与女友先行离开往取车。Bowen 的父母不出14时面带笑容，问是否很满意未来女婿。他们起初笑而不答，再问张母觉得 Ben 值几多分，他极大赞说100分。